所以这些不善的习性呢，那个根还是本性，本性变质了，迷了之后它就变质了。啊，佛家讲得清楚啊，啊，本性里面有三宝啊，智慧、德能、相好，三宝啊。啊，佛在这个《华严经》上讲啊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啊，我们《华严经》上，哎，不是《无量寿经》上三宝啊，啊，大乘就是智慧。是你的本性，无量寿是德，庄严是相好，你看不是三宝吗？啊，可是迷了之后啊，智慧就变成烦恼，德就变成造业，啊，相好就变成轮回，变成三途，变质了吗？啊，这就带来很多病痛，带来很多灾难。啊，佛菩萨慈悲啊，教导我们，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，让我们回头。啊，我们放下烦恼。啊，烦恼三大类嘛，你看，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，你把它放下，你就又回归到本善了。啊，回归到本善呢，身心健康啊。家庭幸福美满。事业顺利，社会祥和，风调雨顺的，那一切自然灾害通通没有了，归功在教育。啊，你看看中国古时候哪一家不重视教育？哪一个人不是把教育摆在第一？小孩从怀孕了，父母就开始教他了，胎教，教育摆在第一了。活到老，学到老，一生都在受圣贤教育。不断向上提升啊，最后的大圆满是回归自信。回归自信在我们中国传统里面称为圣人、大圣，在佛法里面称为佛陀，名称不一样啊，境界完全相同啊。啊，在宗教里面成神了。啊，神圣佛一个意思。啊，你不教他怎么会知道呢？啊，中国重视教育。啊，在教育上已经达到相当高的境界了。啊，佛教一传到中国来，中国人看接触到是无比的欢喜啊！为什么呢？他把我们的境界又提升了一层了。啊，你看中国的典籍就晓得，啊，中国典籍上，中国人讲求的是简要暇勉。提纲挈领都讲出来了，而佛到中国时，每一条那个纲领讲得详详细细，
啊，丰富了中国传统的学术。中国人喜欢简单，印度人不厌其烦，啊，一定把它讲透，让大家全明白了。啊，中国过去古人讲的，确实都要上根人才行，啊，中下根人只好跟着做吧，教你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好在人都老实，不听话，啊，不必要知道那么多。可是在印度不一样，印度佛陀真慈悲，对于中下根人都不厌其烦详细解说，难得了，实在是难得了啊！所以这2000年来啊，佛家的这个教学跟中国传统完全融成一片啊，儒释道是一家了，一体了，分不开了。形象上有儒释道，事实上没有了，它成为一体了。啊，佛法，我们一定要认识啊。这社会大众有误会呀，那是理所当然的啊。我们学佛的人呢，也要不认识佛法，那就大错特错了，对不起释迦牟尼佛了啊。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呢？告诉大家，佛法是教育，不是宗教。啊，他如果是宗教，在我们中国古代的地方不会喜欢他，他很不容易在中国生根，他是教育。啊，什么教育呢？孝悌的教育，嗨，跟中国人完全一样啊。中国文化是孝文化了，从孝延伸四个科目：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。啊，这四个科目就是解释孝的。什么叫孝啊？五伦是孝，五常是孝，四维是孝，八德是孝。啊，在我们中国传统儒家的典籍《四书五经十三经》，乃至于啊演变成以后的四库全书，你看看哪一部书、哪一篇文章脱离了这个宗旨？啊，我们的生活、工作啊，乃至于文艺的表演啊，说唱的艺术也没有离开啊。啊，所以你说的详细一点，中国文化是文化了，伦理的文化、五常的文化、四维的文化、八德的文化。啊，佛法跟中国这个基础完全相同，啊，你看这个，我们净宗修学的宗旨，依照《观无量寿佛经》的净业三福，文字不多啊，最高的指导原则，啊，第一条，它一共三条。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佛教教育从哪里建立的？
尊孝道，孝亲尊师，这个跟中国千万年老祖宗圣贤人的观念完全相同。啊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，这第一条啊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学《弟子规》？用《弟子规》来落实我们孝亲尊师，你做到了。这个敬业，敬业三福第一条你就做到了啊！慈心不杀，我们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幕后一句是佛家的十善业道，不三个根吗？啊，如果不从这个地方扎根，后面全做不到。你看他第二从这提升啊，这第一层第二层啊，提升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换一句话说，三规五戒是建立在孝亲尊师的基础上。人不孝父母啊，不尊重老师，什么都完了啊。在中国古社会，他不能立足，他不能做人呐。你在社会上谁都瞧不起你啊。那这是做人的大根大本呐。怎么可以疏忽呢？啊，所以第二条是小乘。第三条是大乘。啊，有了第二条才能够再往上一层呢，到第三层啊，第三层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劝进行者。劝进行者是度化众生啊，教化众生啊。前面十句是深信啊，幕后一句是言教啊。你自己统统做到了，你才能叫人啊！这是中国文化，中国文化决定不能离开佛法啊！所以儒释道三家了。严格的讲啊，三家都不是宗教啊，三家都是教学啊，这是我们要认识清楚的啊。三家对宗教都尊重，都礼敬，都赞叹，没有排斥的。在佛经里面看不到排斥宗教的。而释迦牟尼佛学生当中，不同国籍的人很多，不同族群的人很多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也很多，这在经典里面都有记载。啊，佛没有，你看《地藏经》上婆罗门女，啊，那是婆罗门教的，佛没有叫他放弃婆罗门教，为主说法。啊，而佛还尊敬婆罗门教的神。
啊，所以佛法在世间，对于任何学派宗教啊，都没有破坏的，而且是建设的，啊，都是礼敬赞叹。啊，劝导一切信教的人。啊，要尊敬他们的教主，要认真听教主的教诲啊，去学习。这是佛菩萨了。啊，没有说你这个教不好要信我的，佛没这说法。啊，佛是教育，佛是教你认识宇宙人生真相，佛是教你回归自信开智慧。啊，在中国丰富了中国文化，我们可以说这么一句话，它在任何国家 会丰富那个国家的文化，它在任何宗教里面也会丰富他宗教的内涵，这肯定的。无论在哪一个境缘当中，有百利而无一害，这是佛法。啊，这么好的一个东西，今天在社会上造成这么多的误会，这个责任不是佛的，佛没有责任，古来祖师大德也没责任，这个责任我们这一代不争气呀。我们这一代，啊，真的像佛说这个经上所讲的。先人无知，不舍道德，无有余者。啊，我们从小没有接触到佛法，没有人教导我们，啊，没有人给我们说明。啊，我这一生要是没有遇到方东美先生，这一生都不会知道。啊，我跟他老人家学哲学，啊，他把佛教介绍给我，啊，告诉我，释迦牟尼佛是大哲学家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是这样子入佛门。在没有认识方先生以前，我在学校读书的时代，啊，念初中，我进过教堂，我读过圣经，我有很多伊斯兰教的同学，我们关系非常好。啊，那个时候，他们的经典流通量太少了。啊，那么在学校时间并不长，两年的时间，我没有看到《古兰经》，我看到他们回教里面出版的一些这个短篇的啊这些资料，我看到很欢喜啊，所以我对伊斯兰
跟这个新旧约很相往。啊，我没有信教，是因为我感觉到我了解的不够。啊，等我完全了解了，完全明白了，啊，我再去参加洗礼，啊，以后碰到佛法，啊，世间还有这么好的东西。遇到不容易呀！啊，遇到之后学习也非常艰难的，啊，学得很辛苦啊，但是学得非常欢喜。啊，这里真的要感谢佛菩萨。感谢祖师大德，感谢先前的老师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们把这个国觉全体这样的经典，啊，传授给我们诸佛众生，是乃诸佛所行境界，为佛与佛能究竟，非九界自力所能行界也。这话真的。啊，我们靠的信心，靠的敬心，对他尊敬的。啊，信里面没有敬，得不到利益。你得有敬爱呀，敬重啊，你才会得利益了。那为什么呢？你能够锲而不舍。啊，我们在这个教学里面59年一天没离开啊！啊，为什么欢喜啊？这法喜充满啊！真的烦恼轻，智慧长啊，什么疑难杂症，自己的也好啊，家庭的也好，团体的也好，社会的也好啊，现在乃至于全世界啊，我们都能看出前因后果，我们懂得一套解决的方法。你说这多么欢喜啊！啊，自己在这个世间一尘不染，啊，没有自私自利，没有名闻利养，没有贪嗔痴慢，啊，佛给我们定的标准。清净平等觉，这清净平等觉年年往上提升，这个里面的喜悦无法形容啊！啊，对一切众生自然升起怜悯心，不是责备。啊，想帮助他们还得有缘，啊，他肯接受才行，他不肯接受，啊，那就帮倒忙了，啊，能接受的全心全力帮助他，不能接受独善其身啊，啊，遇到能接受的兼善天下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法门讲到究竟处，那必须成佛。
啊，成佛是说必须要把起心动念放下，你才能究竟。这个我们做不到啊。我们晓得这个事情重要，起心动念很没办法，它太微细了。啊，所以佛在经上讲得好。啊，什么时候你才能看到起心动念？拔地。啊，不要说原教了，别教拔地那都不得了啊。啊，华严是原教啊，别教拔地他证的那个境界等于华严经上讲的拔柱菩萨啊，摄柱里面拔柱菩萨这才能够见到阿赖耶啊，那个定功啊深啊，心地清净的这种微细的波动他能感受到啊，也就是真正感受到阿赖耶的出现，你看到了啊。所以佛教是科学，佛教不是迷信啊。为什么呢？每一个境界都叫你亲证啊，听佛说的不算，那是释迦牟尼佛的，不是你的境界啊。你明白了得不得受用？必须要依照佛所讲的我们去证得，你才得受用，这是科学精神啊。啊，所以不是九法界自力所能信解自学不能成功，就这么一句话说，一定要跟老师说穿了，就这么一句话。自学是不能成功的，一定跟老师。啊，这个老师是释迦牟尼佛，是阿弥陀佛。啊，要尊敬这些学长，学长是诸大菩萨，啊，文殊普贤、观音世智。弥勒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尊敬的学长。由此可见，念佛法门实是无上深妙之法了，唯有上根方能直下承当也。这就是这个前面所讲的专接上根，就这个意思啊。为什么上根他一听就明白啊？不但明白了，他真干啊。给诸位说，我能把执着放下一些啊，执着不像从前那么严重了，放下去也是上根啊。他要不放下严重的执着，对他就产生了障碍，他不能往生啊。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是上根，你想想对不对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你就是阿惟越致菩萨。其实不是他证得的，你到极乐世界
你的待遇、你的规格就是阿惟越之菩萨。谁给你的？阿弥陀佛给你的。啊，阿惟越之菩萨，我们讲到最低级的华严经里面讲的初住菩萨，这个不可思议，这真的是诸佛所行境界。菩萨都不敢想，啊，所以称之为难信之法了。啊，所以你能信就是善根，你就能直下承担，我什么都放下，啊，事出世间法通通放下，我就这一部经，就这一句名号，啊，我这一生当中决定得生净土，清净弥陀。啊，世间一般根性就不能跟他相比啊！你再聪明，再有智慧，啊，你去研究一切经教，说得天花乱坠，最后什么？你不能往生，你还搞六道轮回，你怎么能跟他相比？又本经菩萨往生品曰，十方世界诸佛名号皆菩萨众，当往生者但说其名，穷劫不尽。十方诸佛名号，这名号是什么？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是十方世界诸佛名号。为什么？大乘经里面佛常讲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一心一智慧，六位一然。我们没觉悟的人呢，没证得圆觉的人呢，有分别，有妄想啊。啊，正得圆觉的人知道啊，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。啊，这一尊阿弥陀佛名号，就是十方一切诸佛名号。菩萨众，当往生者，啊，这些诸菩萨。念佛求往生净土的，但说其名穷劫不尽，说不尽的。啊，这是说持名念佛往生的，说这个话的意思没别的，让我们明白事实真相啊！啊，我们如何才能成就啊？在这个地方成就难，障缘太多。第一个障缘，寿命有限，太短了。我们需要学的东西太多，这么短的时间，我们没有法子完成，这最大的一个障碍。
啊，那其他障碍就不谈了，啊，太多太多。到极乐世界，所有障碍都没有了。第一个问题解决了，无量寿啊，啊，寿命无量啊，有的是时间的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观经上跟我们讲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在西方极乐世界修学，修到自己真正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你说真的是阿惟越之菩萨了？不是，不是阿弥陀佛加持的。是你自己功夫真正到了阿惟越之了啊，要多长的时间呢？佛说十二劫，十二劫在我们这里说是哦很长了，在西方极乐世界很短，为什么呢？他们的寿命是无量劫啊，无量劫的寿命十二劫算什么？关键说很短的时间呢、啊、就真的啊，华藏世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去跟阿弥陀佛修啊？这里面我们必须要知道，如果是华藏世界的初住菩萨在华藏世界，他要把四十一品无明习气断掉断尽，需要多少时间呢？三个阿僧祇劫。你看下下品凡圣同居土下下品，一品烦恼没断，在西方极乐世界十二劫就能达到到他们那个地位了。于是我们就明白了，在华藏世界修行的断习气时间长慢，到极乐世界就快。啊，所以文殊普贤要把这些人统统带到极乐世界去，道理在此地啊。毗卢遮那佛没有阻拦呢，反而欢喜啊。这说明说没有嫉妒心啊。啊，极乐世界修行的环境好吗？到那里去是应该的，早去早成就。啊，成就之后像诸佛如来一样普度众生。啊，又受菩提记评曰，由于此法不听闻故，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也是举个例子说，啊，这些菩萨们没有听到净土法门，不知道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。随顺自己学习的法门，时间要很长。啊，张难
太多啊，有时候经不起考验就退转了，或者是选其他法门，这种情形非常非常之多啊。啊，大乘八个宗里面，啊，有人选修，有人都想修，啊，都认为自己是对的。我们听到他们发的这个愿心，我们也赞成了，也不会反对啊。啊，他们对佛陀的一句话了，疏忽了，没听懂。那什么话呢？佛说：“一步精通啊，一切精通。”你这句话没听懂，所以他还要学很多啊，样样都想学啊。如果真听懂了，一步精通了，一切都通了，那我就学一步就好了嘛。你们想想，这个人是不是上上根人啊？现在我们明白，真是上上根人啊，他就在一部经上下功夫，肯定得三昧。得了三昧之后，肯定会开悟。啊，那么我们要问了，你们同学学哪一部经？这一生学一部经，我相信很多人学无量寿经。我得到了这个本子，那个时候是李老师给我的，啊，是他老人家自己的注解，啊，他用毛笔写的，好像他讲那个经的时候，应该是在大概六十八九岁的样子，不到七十岁，啊。应该六十八岁讲的这个经啊，我看到他那个眉珠，非常欢喜啊！啊，他把那个段落都勾出来了，啊，很清楚。啊，欢喜心就生了。啊，想学，想讲。啊，其实我第一次讲这个经在美国，就是用李老师的本子，黄老这个注解没看到，那时候还不认识啊，所以前面好像两三次都是用的这个李老师的本子啊，也是在美国跟黄连祖老居士联系上了啊，非常难得，他把这个注解送给我。他到美国就带一套，那一套是有印印的啊，有印印的啊，有印。我们知道，我们过去做过这些工作啊。那个蜡纸顶多用个120-130分的时候就不能再印了啊，后面自己没法子看了，所以我相信他那个本子大概也只有100多本啊，数量很少吧
我看了之后啊，我就让同修们跟他联系，向他人家请教他有没有版权。那有版权呢，那就不说了，要没有版权呢，我说我拿到台湾翻译。他听了之后很欢喜，没有版权啊，所以我第一版就给他印一万册啊，精装本一万册啊。他要我给他写篇序文，要我给他提封面提字，我也都照办了啊。所以以后我讲了很多遍的时候，就参考他的注解了啊。我记得我讲过十遍了啊。我那个时候也想发心了，华严经停了，讲了一半了，不讲了。这中本华严嘛，非常奇迹啊，所以讲这部经听众特别多，无论是在国内国外啊，都比讲其他经听众多。从这个地方能感触到缘，他能深深契合世尊末法还有九千年的缘分啊。所以这是第十一次。为什么讲这个呢？看到灾难太多了，讲经教学能救灾难啊。华严经太长了，太大了啊，是好啊，我们要收尽孝啊，马上就要收到孝，所以就选这个华严经的精华。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精华啊，内容跟华严没有两样啊，所以古大德称这个本子叫中本华严啊。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啊，这个三部经里面所说的东西是一桩事情啊，究竟诸法实相啊。从修因上讲，清净平等觉；果德上讲，大乘无量寿庄严啊，修因正果啊。啊，所以这个经对我们的帮助太大太大了啊。那么这一次我们选讲老居士的注解啊，我也是报答他老人家知遇之恩呢。他年岁比我大啊，他学习的语言比我好啊，他亲近夏莲公啊啊，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。李老居士学教是跟梅光系老居士学的啊，他是梅老的学生。梅老跟夏莲居居士是同参好友他们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啊，学佛之后在一起啊，也都是做官的
做官时候也在一起，在一起的时间非常长，所以他的会稽本成功之后啊，梅老给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序文，那一篇序文非常有价值啊，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，我们从李老师那里知道这个夏连居老居士啊，他也曾经提到过黄念祖居士啊，所以我们没见面之前的名字就很熟悉。这是走同一条路的啊，真正的善知识啊，同参道友啊，所以我们跟夏老居士就有这么一个缘分啊。念功果一见面，这一见如故啊，无量的欢喜。因为那个时候讲这个本子的会稽本的人就两个人啊，在海外我讲，在国内他讲，这就没有第三个了啊。我们遇到之后感慨万千了啊，对这个法门，对这部经典，这会稽本啊，真的认识衷心的赞叹，能信能解，依教奉行啊，所以这个话我们相信啊。由于此法不听闻故啊，有一意菩萨退心啊，退了菩提心啊。又如来不思议境界经云，菩萨了知诸佛及一切法皆为心量啊，得随顺人，或入初地，学生俗生妙习世界极乐净佛途中。这也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。菩萨，这是大菩萨，不是小菩萨啊。大菩萨别教初地以上，原教初住以上，他才了知，真正明了知道，诸佛及一切法为皆为心量，为是只有啊，心量是什么？我们学了还原观呢，就明白了。还原观上行一体，其二用，是三变。这是三变最后一句话说，含容空有。这你本来的心量啊，是这样的啊。在佛门里头有两句话，大家常常听到的，叫“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”。这两句话就是含容空有啊，含是包含，包含虚空啊；容是包容，包容一切万物
啊，包容万法，这是本来就是这样。啊，中国人常讲量大福大了，你本来的心量是包容变法界虚空界，一法不漏啊。你的心量是这么大，这叫佛啊！佛是佛是自己，你本来是这样的啊，所以得随顺人，他能够恒顺一切众生啊。你做善，他随顺；你造恶，也随顺。这个很真了不起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在他的见解里头没有善恶，为什么？他没有分别了，他没有执着，哪来善恶啊？不但善恶没有啊，染净都没有啊。他的心是清净的、平等的，从来没有起心动念。佛眼看众生呐，啊，是这么一个境界，或如初地。啊，这些菩萨是啊，菩萨的随顺人，菩萨证得了初地啊，舍身俗身妙喜世界极乐净佛土中，他们晓得这个世间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赶快到那里去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，很有意思啊。引用这些话都是佛经上说的，目的在哪里呢？鼓励我们这一次的缘不容易遇到，遇到了可不要轻易放过，轻易放过就可惜了，得来太不容易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